一个机会超难得的，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那个很少会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讲话，因为我都坐在后面，然后他们都不理我，这样冷落我。对，然后今天很开心，然后在台中见到大家。那大家应该刚刚一开始有看到神明菩萨的开场，那个大提琴手啊，就是我的姐姐。那其实她是我表姐啦，因为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然后住在一个社区，然后她会照顾我们大家这样子。等一下，所以其实我们不会。等一下，你先把她 Q 上来。好啦，不然大家欢迎我姐姐，也是神明菩萨的团长，很赞呢。洪威婷，站到不行哎！我第一次看到吓到哎，而且为什么 Hiko 这么矮啊？为什么你姐这么高？他比你姐，比你姐。那因为我们从小都一起长大，所以她是我表姐，但是我们都不会叫得那么清楚，所以我都直接叫她老姐或是姐姐。对。那他们叫我可以公布你的叫什么？不行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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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秘密。我们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名嘛，但是就是对秘密。那对，那今天很开心，我们就是今天就是我就拜托他帮我们写四首歌，然后很谢谢他的帮忙，然后也谢谢他陪我们跑三场这样，大家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没有要讲话吗？没有，谢谢你们。好，现在一首歌《紫水之虎》。这是，高雄场的人有看过，可是反正就是第二次我们搭配大提琴。然后那个这首歌是在专辑里面，我们跟来吧贝贝进行了一个合作，然后。他们现在，因为他们也在准备他们的巡回，这样那就是大概照来吧，贝贝写吧。那太没有礼貌。不是啊，我只是忽然觉得，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自己检讨一下。然后那个来吧，贝贝就是我们这次就是想要找各式各样的合作，那觉得这首歌很高兴可以呈现出就是在专辑里面一个就我们很喜欢的样子。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做了一个。就是没有来版贝贝的新的样子，那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个版本，这个回到紫水之虎，谢谢。
接下来最后。